哦，啲人咁样行落去咧，有条路可以行落去，原来，咁原来呢度有个小溪喺度啊，系嘛？啲人就喺嗰度玩啦，系嘛？浸下水啊，玩下水，啲小朋友咪最啱，小朋友啊，年青人啊，嗰啲系嘛？老人家唔会啦，系嘛？八九十岁。系咪先？而家年青人啊，年青人有年青人玩嘅嘢，系咪先？老人家有老人家玩嘅嘢。OK，好。嗱，呢度你要落咧，有啲行，你好似探险咁啦。不过自己要小心，同埋要知道自己个实力去到边啦，系嘛？你实力唔够，你唔好周围去啦，系咪先？嗱，呢啲啊，一家几口，连埋猫狗嘅。嗱，佢呢度应该有个牌俾人搣贵咗，我谂佢都系介绍下边系乜乜文物啦，有条小溪啊，有啲路继续向前啊咁。咁嗱，呢度继续啊，继续向前继续，其实一路佢微微一路上斜，一路上斜咁咯，咁就会舒服好多，依家舒服好多，同埋条路好阔啊，好阔。咁如果路边有啲大树，你又太晒，可以匿埋喺嗰度遮阴，系嘛？嗱，你譬如你再惊啲，你走落去下边攞啲水啊，洗洗面都仲得。OK，好，向前。呢个咧系个角度拍呢个树啊。呢、这个树的确好特别，啊，可以欣赏下啲墨西哥音乐啊！啊，佢哋都好识弹噶墨西哥系嘛，开着啲音乐然后嚟啊，嗨琼系咪先？哎呀，好，继续。嗱、啊，你中意好似历险咁啦，嗱、啊，呢度有条路咁样杀落去啦，系嘛？杀落去。跟住嗰个小溪嗰度啦，有个人拖住只狗系嘛，佢去咁，哇，同狗冲凉，唔好喺度屙屎啊！真几爽嘅，喺嗰度行落去，但系要小心咯。呢啲路嚟，呢啲咁样啲人开出嚟啲路，基本线内啊，上滑梯咁上落去，系嘛？我嚟个搞掂完咧，拖只狗上嚟，呢、这个一 pair 咧就落去玩。啊，太晒咧，嗱、啊、有树荫喺度嗱，去咗个阴间啦。好，继续。嗱、啊，原来呢度上面咧住咗好多户人家噶喎，咁感觉上有安全咗啲啦，系嘛？即系你多啲人住，咁样就安全啲啦。得你自己一个咧，你就危险，系咪先？成排咁就安全啲啦。OK，啊，咁啊好啲。其实一路咁样开阔咗咧，个好处就系咧，你有山火咧都可以隔开啲。咁喺香港咪整一啲隔火层嘅，香港啊，就专登铺啲石喺个地下度咧，就隔开啲草嘅。OK，香港啊。但系你美国就冇咁容易咁做，即系香港就细啲嘛。呢度哇，啲山咁多山咁多地方，你咁样铺咧，走唔掂。佢咁样掘开佢咧，仲可能仲容易啲。